Hello，你们好，我是时代传媒小月，今天为大家录制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一首怎样重新的送给你们，喜欢的双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，谢谢。我这里天快要黑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凉凉的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懂事了，我又开始写日记了，而那你呢？我这里天快要亮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很炎热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我变得不哭了，我把照片也收起了，而那你呢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定白了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，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，像技术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一首歌，衷心的送给你们，喜欢的双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，谢谢。